好，Hello，请介绍一下。我是一年级班的许正豪，我有个弟弟。你是什么乐器？小提琴。然后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陈真理，我是二年十一班。你拿什么乐器？我拿中提琴，我也有个弟弟。也有那个弟弟，他的弟弟在这边，所有的弟弟在这边。弟弟，弟弟，say hello。那你们今天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拉22页的一个要表演的。他下礼拜二要给老师乐团要听的。乐团就是曲子。曲子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